咱可以托人帮忙，钱不钱的先不提，先找人帮忙再说。你感兴趣吗？那个省网上好像对我有一些误解，我就琢磨着是不是在你这儿能疏通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帮忙找人。现在咱们国家有那个天眼工程，就是到处都是摄像头，都联网的。说实话，想找一个人很容易就找到线索。不用了。 那有线索也不用啊，那毕竟是亲生女儿啊。要是我亲生女儿，哪怕有那么一丁点儿……别提我女儿！你来干什么呢？你给我出去！你别再提我女儿，你听见了吗？打死你，方经理！哎，好，行，先这样。别提。 您去超市买东西吗？啊，想买桶油。那您能帮一忙吗？帮啥忙啊？哎，就那超市地上有一袋方便面，还有一罐奶，能帮我拿出来吗？你自己怎么不去拿呀？我看见那里面一直在哭，我就挺吓人的，有点害怕。我来吧，我来，没几步就到了。我给您送过去，互相帮忙嘛。 您帮了我的忙，我也帮您送回去。嘿嘿嘿，哎，你怎么惹着那小宋了？没惹他呀。那他哭啥？那谁知道啊？哎，也难怪哈，这闺女没了，他能不哭吗？嗨，那闺女没了，失踪了就找呗，哭也没用的，是吧？嗨，找啥找啊？那夫妻两个自己顾自己，谁还去找孩子啊？我可没见着。 哎，往这边走，这边。哎，我看着他那爱人部天天开个车悬赏60万吗？不找着呢吗？嗨，那都是做样子的，给别人看的。为啥呀？我哪知道为啥呀？我跟那宋立民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整天在他那油盐酱醋的，他找不找闺女还瞒得着我啊？哦，哎，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是帮那个胡大婶办事儿的，他儿子在监狱里面不是受了冤屈了吗？哦，我知道了，你也是冲那60万来的。嘿，给我吧，我到了。<笑>郑主席、张少，真的抱歉，我刚刚知道乔毅和您的事儿，谁点的？我要是查出来。 我非把哎呀，行了，我现在也不想追究到底是谁报的警了。张少，现在不是这个事儿，最大的问题是乔毅已经去医院做身体检查了，据说还要做司法鉴定，认定他被强奸了。啊！本来都没事儿了，不知道谁在后边给支的招，现在这孩子铁了心了，就要告您强奸。张少。 真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呢。你等会儿。哎，我问你，那女孩到医院去检查，谁陪她去的？也是我们总裁班的一个同学，叫鲁春阳，波动网的总裁，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网络作家，女的叫白小莲，他们一起去的。哎，等会儿你，波动网？对。黄雨虹，他们那个洗油网收购的那家网络公司吗？对对对对对。 乔毅就是鲁春阳带到酒局上的，所以，啊，明白了，啊，谢谢你啊，辛总，以后这事儿啊，可能还少不了要麻烦你。应该的，郑主席，您随时吩咐，张少，您随时吩咐。你先回去吧，谢谢啊，我跟一伟再聊两句。哎，好，对不起。 现在知道鲁春阳的底细了吧？黄雨虹的手下，黄四海现在在监狱里面，那事儿你知道的啊？你们那什么，平城四少一下少了俩，一个坐牢，一个没命。我当然知道嘛。
那聚会我不也在呢吗？你就别提那事儿了。你爸生气就是跟那个事儿有关系。我们现在去求黄雨虹的话，那黄四海的事情肯定回避不了。妈，那根本就不是一码的事儿。那黄四海是过失致人死亡，我这算什么事儿啊？哦，因为我这点小破事儿，还得把黄四海给捞出来，真逗。你真以为这是小事儿吗？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有小事儿吗？我告诉你啊，无论你出了什么事情，对咱们整个家庭影响都是一样的。整个家庭，整个家庭，行，我就为了这整个家庭去找乔毅，行了吧？让他配合咱们不就完事儿了吗？就这点小事浪费我这么多时间。你这能搞定吗？什么事儿在你们那儿那都是天大的事儿，是因为你们当官都当怕了，我这儿那就是一顿饭一束花的事儿。哼，实在不行那就两顿。要真是你想的那样就好了，儿子。大哥好。妹妹好。喝呢，来坐着说。我刚从沈广军他嫂子宋丽敏那儿回来，有了新的发现啊。什么发现？这个沈广顺天天开着那个改装的面包车啊，找他女儿苗苗。宋丽敏为了苗苗失踪的事儿，跟沈广顺已经离婚了，这事儿大吧？是不是对女儿感情很深啊？人之常情。胡雪娥为了他儿子沈广军啊，豁出去了。啊！大闹会场，自杀，无所不用其极。明明知道我是捞偏门的，盯着他那个60万的房子，他还不忌讳。只要我能办事，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都全力配合。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按道理，宋丽敏跟沈广顺他们要像胡雪娥一样的下功夫去找他们的女儿苗苗，是不是？是。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两口子好像找女儿这事儿，并没有那么上心啊，只是拿这个说事儿啊。这什么道理啊？我从宋丽敏那个邻居老太太那儿听到一句话，我很受启发。她说什么？她说宋丽敏和沈广顺这两口子根本就对女儿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也没有下功夫去找孩子，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儿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真的，咱们做个实验吧。啊，这个是沈广顺那个改装面包车上的广告电话，我的电话胡雪娥知道，这样用你电话打一下，就告诉他你发现了他女儿苗苗的线索，看他怎么说，怎么反应，好不好？这事儿我不干，人家丢了女儿，我打电话骗人家，我这事儿干不出来，于心不忍。怎么于心不忍了？我认为他们的女儿失踪跟小树林谋杀案有直接关联，这么重大的案子可以一试。打。Mm-hmm.
喂，沈先生吗？我知道你在找你的女儿苗苗啊。我知道点线索。两年前啊，我经过那片小树林，我看见。关机了，接。说你就是接一个骗子的电话，提供你女儿的信息，你总得分辨一下真假吧？这倒好，啊，没什么态度，语气也没什么变化，所以啊，我倾向于认定宋丽敏和沈广顺的女儿苗苗在小树林谋杀案中已经死亡。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可就全不一样了。是啊。沈广军是为了找苗苗才进了小树林，发生了凶杀案。法院最后定罪，没有苗苗死亡这个证据，影响这么大的一个重要案件，任何一个证据的变化都会直接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案件发生不同的变化。没错。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新的突破口，找到新的证据。胡雪娥，那60万的房子可就归我了。马哥，你说吧，我怎么跟你分？啊，毕竟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秘密的情况。说什么呢你？你以为我何树国下那点钱呢？是，明白。你老何是混官场的，只要能往上走，钱算个屁。越说越不像话了。我告诉你啊。有些话你就在我这儿说说，你要在外面说，你死定了。你什么死定了？我怕什么呀？我靠本事挣钱，我又没犯法，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哎，问你点正经事儿啊，我给你开那旅社，前台那小姑娘跟我说，你这几天都没住在那儿，你干嘛去了？小树林啊。哪个小树林？还有哪个小树林？徐大发被沈广军杀害那个小树林啊，胡雪娥那房子60万呢，我不得下点功夫找破绽啊。你成宿都在那小树林待着，不害怕呀？只有半夜我才能安静下来，我才能琢磨事儿。反正在旅馆里也睡不着，那还不如到现场去看看，找找灵感。真行你！我一会儿还要去，你要不要一块儿去？不去。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一块儿去找找感觉？啊，这关总算过去了。这，哎，我说哥，这次有违您送包不送花的原则呀。哎，你是不是真对这妞上心了？妞什么妞啊，上什么心？你过去给人道歉，不得有点诚意？是，什么都不。对对对，我上去了啊。哎哎，时候搬走了。哦，那您知道他不？算了，您应该也不知道。嗯，谢谢啊。没事。
哎妈，我来找乔毅了，他不在，搬走了。您不用担心，一个小丫头骗子能有多大本事啊？他住哪儿我已经知道了。妈，这事儿别跟张永成说，你要跟他说他又炸了，我自己惹的麻烦我自己能解决。发现什么了？琢磨了几宿啊？说实话，真没发现什么，就是在这棵树上画了个道。画了个道？嗯。根据你给我那个卷宗啊，我得出一个结论。啊？当年徐大发案发的时候，沈广军的车就停在这棵树的旁边。我仔细研究过，就这棵树，没错。我知道啊。那画这干嘛？有什么用啊？不知道。我说，你在林子里是睡睡袋呢，还是啊？哪儿去啊？之前有这玩意儿吗？没有。那你觉得是谁挂在这儿的呢？不知道。你觉得他挂在这儿想表达什么意义呢？不知道。那你叫我来干什么呀？叫你来帮我忙啊，帮我找线索呀。但是60万的房子，要真是能有贡献的话，咱俩分呢。我以为你在这儿住了几宿啊，全都想明白了呢。来，取单了。这把盆给我拿来。哎，好嘞。瞎呀你啊！那么大车你看不见？没看见。走了，慢点，你要死呢！你要死！黄四海，他没事找事儿，一泼尿啊，全都尿到我脚背上了。你是不是欠揍的？闭嘴！我看你也欠揍。报告警官，是他们要打死我，我真的没法在这儿待了。胡说八道！监狱里能打死人吗？我要见教导员，我要见分监区长，不，我要见陈监狱长。黄四海，你少装蒜，这种小摩擦还要见监狱长？我们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嘛，啊。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服刑期间打架斗殴只会延长你们的继续改造时间。他们说要见我一次打我一次。谁说？你说的。你听见没有？有人指控你施暴，我今天就把话撂着，以后他身上多一道伤痕，都要记在你头上。政府，他自己摔伤的，怪我。这四周都是监控，他自己故意摔伤了，关禁闭扣分的是他，不是你。哦，江永明。王四海就交给你了啊，以后他出什么事儿都算在你头上。是。
出什么事了？哦，焦大人，你过来了。这个王四海跟人打架。是吗？王四海，你可是刚刚立功减刑的人，为什么要跟人打架？你这逻辑说不过去吧？报告焦导员，不是我要跟人家打架，是他们要打我，他们处处为难我。你胡说什么呢？明明就是你挑的事儿。警官，他们处处都针对我，他们就是嫉妒我能立功。上次他诬陷我说在他被窝里放大便，这次又说我尿他一鞋。他是进监区的老大，我怎么改啊？报告政府，王四海颠倒黑白，一泼尿啊，整整全都尿到我脚背上，谁敢惹他？你说谁敢惹他呀？你想我一个卖黄碟的，我敢惹他吗？够了！对，是政府。什么事儿？是。我马上跟领导请示。领导说了，说只要是一伟的事儿，随时如实的汇报。你这样，你把那个详细情况发到我微信上，我现在就去汇报。同志们呢，我呢眼看着就要离开了，说实话，这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个人的感情最终还是要服从工作大局的，是吧？所以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谈一谈工作上的事情，好吧？关于刑事执行检查这一块，我们面临的考验还是很多的，尤其是要下大力气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巡回检查这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制度，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还有监狱的协作配合，贯彻落实好党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提升罪犯的教育和改造质量。同时呢，我们要结合检查工作的实际，充分发挥好巡的优势和住的便利，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的实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具体到案例上，就比如胡雪娥上访爆出来的930谋杀案，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无法了结。这说明什么呢？刑事案件一旦服刑，那就意味着一个服刑人员他这一辈子都要受到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漏洞，任何的问题，都可能让服刑人员有理由提出申诉啊。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给他们任何挑毛病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办案要极其严谨，不能留下任何毛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对自己讲，我们完成了组织上赋予我们的使命，同时也保证了人民的正义。好，谢谢谢谢。我最近老爱用这个词主要是因为这个词啊，现在在网上已经成了表情包了。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你们先接着聊，好吧？张书记，这是您的欢送会，
您走了的话，我们聊有什么意思？哎，有意思啊！我可是有感应的啊！你们聊，你们聊。开个例会啊，政委呢让我说两句，其实我没什么可讲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二监区出现了重大的责任事故，我们怀疑五分监区长郑瑞打断了服刑人员沈广军的胳膊，这件事情如果弄不好，郑瑞面临的是刑事责任，大家应该很清楚也很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一分监区也出现了问题，服刑人员黄四海因为立功减刑遭到了同监区的服刑人员的妒忌，多次和同监舍的罪犯发生打架斗殴，我想做个调整，我这想法呢跟政委汇报过了，也跟柴科长呢打过招呼，我想把这两个家伙对调一下，让他们远离现在的环境，至少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黄四海跟沈广、你能等我把话说完了吗？不是，监长，我等不了了，你让我说两句啊。黄四海调走我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调一个更麻烦的沈广军来，我们可能接受不了啊。我们一监区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我们监区长老婆在医院生孩子，休假还没回来呢，这黄四海换沈广军，我掌握不开啊。好了，我说现在掉了，沈广军的胳膊折了，等他做完手术恢复好再调到你们一监区至少得俩月吧，不是你着什么急、陈姐，不是你着什么急，陈姐打断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说沈广军我们还得看着，黄四海也调过来了我们也得看着，这等于是两个刺头两个烫手的山芋全得我们看着，现在那个郑瑞又停职检查了，我担心，我只是担心啊，担心我们这儿也张罗不开呀、我个人意见啊，罗监区长的担心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二监区是犯人最多的，刺儿头也多，本来小郑是我们的得力干将，可是现在在停职审查，所以二监区的人手真的是不够。行了，打太极呢，你推我嗓子，你们还是不是党员？觉悟到哪儿去了？一个个年轻怕重，遇到困难都想往后躲，这是什么工作态度？本来今天我不打算讲话的，可我心里憋着气，这都是你们弄出来的问题，可就是没有一个主动请缨出来解决的，都想着把麻烦往别人身上推。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吗？陈监狱长，哎，黄四海和沈广军对调的问题就这么定了，不用再做思想工作了。好，下面主要讨论一下二监区五分监区长郑瑞殴打被监管人的问题。李科长、柴科长，你俩为主。配合检察室的同志开展调查，郑瑞同志究竟有没有殴打监管人员？如果没有，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如果有，我们绝不姑息。是是是。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你们还可控？控什么？是控制舆论还是控制公安呢？又是郑双学出面干的这个事儿吧？不是，领导，没人干涉这个事情，只是一伟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定性，还有挽回的可能。那你刚才说的可控是什么意思？嗯？我问你，如果张一伟是胡雪娥的儿子，你还会不会说可控？说到底，就是因为我是政法委书记，我可以搞特殊化，儿子犯了法还可控，对不对？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不管，我也不挽回。张一伟自己干的事情，让他自己去解决。哎，领导。这个逆子，他可真会跳啊！啊，他挑了这么一个最可恶的名声送给我，我……你先别生气。哎呀，本来这事情已经过去了，谁知道这姑娘又自己又跑到医院去做检查、去取证，结果就变得复杂了，所以编队才说有必要向您汇报。要是能压下来，你们就不向我汇报了。现在压不住了才向我汇报，是不是？不是，那我们，那您工作这么忙，我们不能事无巨细的都跟您。张一伟的事情就是要事无巨细的告诉我。你、郑双雪还有边国立，你们不能瞒着我搞事情，尤其是我家里人的情况，全都不能瞒着我，你知道吗？是，知道了。这些东西全都拆了吧，不用打包了。不是领导，那咱们还要办。我张一伟的事情上了舆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就干不了了。组织上就是再信任，我也没脸再继续干下去了。还办什么办公室？领导，事情没那么严重。必须通知郑双雪还有张一伟，今天晚上让他们两个回家，我要亲自找他们谈一谈。那我现在就去通。这是我第一次赚的钱给您买的英雄钢笔，祝您在仕途上能够越走越远。监狱医院我亲自去过，医生说沈广军的胳膊已经骨折了，但是以监狱医院的条件没法做正骨治疗，正在申请服刑人员到社会上的专科医院去就诊。吴姐，熊姐，小罗，来坐下。我们开个短会。少峰啊，你接着说。虽然这个诊断结果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沈广军的情况确实是非常严重，尤其他现在正在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时候在监狱出事儿，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会有什么问题？沈广军的母亲胡雪娥不是刚出事儿吗？那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所有人都盯着咱们呢，就看着这沈广军的案子往哪个方向发展。可是这时候他胳膊突然折了，这消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舆论的反弹，尤其是监狱干警殴打罪犯，那这舆论到时候可能就不会站在咱们这一边了。在查明郑瑞是否违反纪律殴打沈广军之前，谁会把消息传出去？未经查明的事谁敢传出去？谁叫负责任的？少峰啊，网络上你说话比较多，你当心别说漏了嘴。这您放心，我嘴上有把门的。而且我这节目每次在播出之前啊，脚本和内容都会交由这个省院的这个新闻办去审核通过。您放心，不会捅娄子。还是小心点好。现在不像从前了，网络这个东西啊，我们是很难。好了，说正事儿，沈广军的案子呢，非常敏感，非常复杂。网络上呼声非常之高，上级已经决定重新调查930杀人案，所以你们俩要严谨细致地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随时根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展开重新调查。不管是关系到930杀人案还是郑瑞殴打犯人案，我们都会非常谨慎的。
床铺在那儿。班长，到。黄四海编入你班，二监区的情况你负责向他介绍，让他早一点熟悉环境、人员和纪律的要求。是。黄四海，你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班长报告，及时向班长和室友了解。希望你在这里好好改造，别再闹出一监区那样的事情来。报告警官，一监区会出现那样的情况，都是因为他们嫉妒我、陷害我。我相信在新的环境里，绝对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一定好好做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贡献社会。嗯，大话就不用说了，努力吧。是。行了，解散。见到你呢，怎么样？监狱长怎么说的啊？林监狱长说了，让我先归队，等事情查清楚之后再说。我刚才吃了点东西，现在什么情况？一监区又给我们找事儿来了。是不是黄四海过来了？哟，咱们小郑消息还挺灵通的啊。范四良专门找我说过这件事儿，说想让咱们接收黄四海，我当时就一口给拒绝了。我说除非他们愿意接收陈广军，我就愿意接收黄三。郑水，不是我说你啊，以后你少吐这口，别出这种馊主意。在工作会上，范四良就是这么说的。没想到监狱长竟然答应了，说是把陈广军调过去，可是他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等着去社会医院就医呢。你们俩的事儿没完，怎么能马上调过去啊？现在事实就变成了，沈广军和黄四海都在咱们这儿了。这太不公平了。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那吴政委会长都发脾气了，说咱们工作就是挑肥拣瘦的。那他范四良把烫手的山芋推出来，就不是挑肥拣瘦吗？行了行了，别在背后议论领导了。郑蕊，去刘铁以后你要好好带带他。刘铁咋了？刘铁，你太软了。刚才黄四海两句话就把你给镇住了，以后你怎么开展工作呀？哎，以前一直是郑芬监区长主持工作，我辅助他。现在他突然停职，我确实不适应啊。哎呀，刘铁，这个黄四海啊，确实是个人物，你一定要小心盯着点。如果自己应付不了的话，就培养几个积极力量；如果还不行，就给他安排一个包家。人多力量大嘛，明白吗？郑芬监区长回来了，我压力小多了。压力小多了，郑瑞的事儿还没结束呢，他有可能还调走呢。要是沈广军真把我给诬陷成了，那我就托警副不干了呗。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又是一级党组织，还有检察院的监督，这点事儿还查不清楚了？郑瑞，这我就得批评你了，动不动就说要托警副不干，还有没有党的组织纪律性？受点委屈，哭着喊着要跑，你还是不是个党员？党员就该没脾气，党员受了委屈就得忍着。行了，别说这么多废话了，干活去吧。我提醒你们两个，这黄四海可是个人物，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下下功夫，知道吗？哦，对了，监狱长、教导员，你们呢，也对这个沈广军下点功夫，别他哪天真抱着我一起同归于尽了。哎，哎，这臭脾气！领导。您别太生气了。上午还在省委开会，不知全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这话音还未落呢，我的儿子就强奸民女，这不是黑恶势力是什么？他要是黑恶势力，你们这些替他遮遮掩掩的人又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保护伞呐。那么我呢？我就是他们的终极保护伞。我还有脸扫黑除恶吗？嘿，黄四海是吧？这么好一个床位，兄弟们一直留着，今天给你了，你小子拿什么孝敬我们呀？胡大军，这床铺是警官分配的，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别添乱了，行吗？班长，我不干涉你，你也少管我的事儿，听明白了吗？行，我这好说，但你别太过分了啊。黄四海，说你呢，聋了，听不见吗？啊，这位老大爷，你叫我呀？人家班长都说了，这个床位是警官分给我的号，跟你有毛关系啊？兄弟们，咱们这屋马上就要热闹起来了。哎，沈广军断了胳膊，嘿，我正嫌少一个刺儿头啊，这过着没意思呢。这警察真好啊，又给咱们送了一个解闷儿的。小子，有本事到老子这儿来坐坐。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被所有困难抵挡，迷失的方向拼尽了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住这辉煌，追寻着你的方向，燃烧我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